耶稣有三十岁的时节啊，他安很喜欢同有一日他超非同行他起起来有一三人拿着经书本耶稣加经书啊出二岁啊经书耶稣都拿来吐吐出安用行从阿边啊有上帝的生气因为上帝托好爱他成为本人家的上帝救人的时间见他多了求知人啊有好的消息定做多人定求的呢不用出来耶稣吐力加金属基本转本给人没下给错下来给论众人亲看耶稣看到没转念耶稣就很用功今日你到啥躺多呀就做出来了